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金，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现在5:20了，就准备去吃饭去了啊，去经常吃饭那家，然后现在就准备出发了。给我父母整了点吃的，先垫吧垫吧肚子，因为那个地方上菜太慢，你像我父母呀，肯定不适应，肯定得前半部分都饿着肚子啊。我让他们垫吧，不听我的，后来让他们吃点东西，哼，一会儿就饿了。抱孙子累不吧？爸，抱孙子累不？不累。嗯。不累，非常不累。哼。哎呀，小宝贝儿啊。走喽。我爸今天说什么？要抱着宝宝哈，抱实诚的，抱住了啊，爸。哎呀，儿子，你放心吧。呵呵呵呵。走了啊。拜拜。下了。玩小脚呢。以前都是搁这吃的，老丈都到了，看我妈地空忙嘛就行嘛。二楼啊，别紧张。哎呀，紧张啥呀？晚上これちょっと大きくなってからみんな一緒に旅行に行ってください。那宝宝会走的时候，小宝宝歩けるようになったね。小宝宝。二姐下班了。聊了半天。哎，小浩哥。啊，那这是丈母娘给你们的礼物。妈妈，ありがとう。とこんばんはしか喋れない。那问哪里？お砂糖のお菓子。甘いの砂糖。给买一些甜的甜点吧。緑茶と、ほら緑茶、あ、苦い。細かいから、急須ついてるの。まあ、这个丈母娘给你的两个礼物，一个是这种糖做的，那个特别甜，然后里面给你放的绿茶，这另一个是绿茶，然后绿茶里面有一个泡茶的小瓷器，啊，然后喝苦茶配着这个甜点吃，上菜了，上菜了。哎，宝宝有点热了，有点困了哈。我妈我爸夸二姐比较时髦，哎，二姐很开心。哎，这是小风扇哈。这应该是这个海胆，妈，海胆糕。岳父跟老我爸他们聊了挺多的啊，记录一下。哎呀，小宝宝，哇，哎呀，吃的三份菜啊，肚子开始饿了啊。老丈人把他珍藏的酒拿出来了，给我爸一杯啊。然后这边是坐这三个人，大家好。宝宝着急了，想吃饭了。哎呀，着急了啊！小妹妹课外活动回来了啊，练吉他。8:30了，宝宝困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控制不住情绪了，宝宝，哎 ，what？ 什么事呢？
这顿饭朋友们吃了4个小时，宝贝已经困到极限了啊，睡醒了，但睡不实诚，他准备回去了啊，明天大家还上班呢。到家了，然后这顿饭其实唠得挺好的哈，然后我当翻译嘛，然后老丈说什么，然后给我父母翻译，父母说什么再给老丈翻译，发现老丈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还是了解挺多的哈，然后聊得还算开心啊，感觉似乎没有什么语言障碍，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吧。然后现在到家已经快11点了，宝宝到最后哈已经困到了不行，就怎么说，已经麻木的程度哈。但他坐车回来看到夜景的时候，可能第一次这么晚吧开车，所以说他第一次看这边的夜景哈，所以很兴奋，宝宝一点左看右看的哈，所以说也挺可爱的。感谢大家的收看，然后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或者美好的白天。我是小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